生肖虎属虎之人，九月上旬财帛宫的贪狼吉星照耀，因好运影响，有望改变之前一个月流年不利、身边横财少见的现状，到时候运势旺到爆棚，腰缠万贯，喜事接踵而至。另外，对于有些生肖虎之人而言，虽然事业中多有挫折，但是只要沉下心仔细思考目前合作规划，待天时地利人和之时，不久的将来诸事发展顺利。生肖猴属猴的他们，九月上旬田宅宫的正官吉星庇佑，因好运影响，有望摆脱早前阵子运气较差、诸事难顺的情况，到时候好运降临，正财偏财齐旺，带领家人一起走向富贵生活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少部分生肖猴的人而言，虽然目前工作上多有挫折，但是通过不断寻找方法且调整心态，随着好运加持，今后会有意外的收获。生肖属鼠鼠之人智力超群，洞察力极其敏锐，九月上旬奴仆宫的天锁吉星照耀，届时大运难挡，财运攀升，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，定能功成名就。另外，生肖鼠的人往后六个月运势和财运都是一个上升趋势，前景大好。同时我们给的建议是，要少抽烟，能戒掉这个健康危害最好，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未来人生再上新台阶。祝愿您或您的家人在2018年里大吉大利，生意火红，财源广进，让我们一起点赞转发祈福吧。我已加入版权保护，未经授权抄袭转载必究。